哎，老，哎，好，我上楼啊。今天没事了啊，来给我哥的洗车店帮忙啊。他这个刚开了一个洗车店，特别的忙。我今天过来帮忙给他洗车。我哥现在正在忙着了，来了个客户，正在换机油。这个车呀，也不知道是谁的，真的是太脏了，新的够洗一次了，也不白花钱。好，我废话少说，准备拿家伙事儿，准备干。 我大哥正在换机油，我给你换机油看。换机油了吧？换机油和滤芯儿得换完，肯定的。好，去了。换机油和滤芯儿了，我也学习一下。泡沫打完了啊。 现在再冲一片就完事了，大娘，等你。好了，到了最后一道工序了，擦车，擦干净。 刷完了，大哥，你看我这车刷的怎么样？行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感觉。那你得给我开工资啊。好的，说好说。开玩笑啊，那我和大哥经过我和大哥这个洗刷，一样就是刚才特别就是脏的车，现在多么的靓丽，是不是？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此为止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